林子伟，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。红袜与精英四连战第三场将在台湾时间16日凌晨 1:05 分开打。红袜刚刚公布先发名单，林子伟将担任先发游击手，扛第九棒，攻守俱佳，让他获得教练团的肯定，连三场先发出赛。红袜的先发投手是塞尔 Chris Sale， 精英先发投手则是邦迪 Jalen Bundy。林子伟本系在大联盟出赛四场，八打数击出四支安打，打击率高达五成，至今连两场先发都缴出单场双安的好成绩。红袜总教练科拉 Alex Cora 今天赛后也称赞林子伟，认为他绝对有能力帮助争冠球队，防守相当优异，守备绝对是总冠军等级。红袜先发打序名单：一、Jackie Bradley Jr. 右外野手，二 Andrew Benintendi 中外野手，三 Henry Ramirez 指定打击，四 J.D. Martinez 左外野手，五 Mitch Marlin 一垒手，六 Rafael Devias 三垒手，七 Christian Vasquez 捕手，八Rockhold 二垒手，九林子伟游击手。